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干货亚马逊的 listing 优化和必备九款工具介绍。Google Trend 谷歌趋势是一款免费的在线搜索工具，用以分析不同地区用户查询的关键词的热度。你可以通过它查看某个关键词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受欢迎程度和搜索趋势，而这些数据指标主要来自在谷歌搜索、谷歌购物、YouTube、谷歌新闻和谷歌图片。Google Trends 为了方便比较数据，展示的是查询词的相对热度，即用绝对搜索量除以它所在的地区和时间范围内的总搜索量，因为搜索量最高的地方搜索热度不一定最高，如此得到一个0至100的热度范围，数字越大说明搜索热度越高。 3. Google Keyword Planner 谷歌关键词规划师是 Google AdWords 俗称谷歌竞价中配置的一个进行关键词研究的工具，你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查看自己想要了解的关键词，并且寻找指定关键词相关的词汇。更有甚者，你可以挖掘出你的对手在制作哪词汇。与此同时，你还可以调研关键词的搜索量、平均的点击出价 CPC 以及广告竞争力度 Competition 的数据。 4. Unicorn Smasher 是谷歌浏览器插件，这个功能适用于调研亚马逊某一品类或关键词下产品的市场容量和卖家竞争情况，帮助卖家在选品时更加准确地掌握市场情况，从而制定正确的选品策略。利用该工具可以获取产品的卖家数量 ASIN 变体数量、排名、 review 评级和数量和赢得 buy box 的卖家售价等相关数据，让你能够研究想要销售的产品，帮助你快速找到有潜在商机的产品。 5. SurfTime 作为全球线上平台数据方案提供商 FieldTime 旗下品牌，致力于为全球亚马逊卖家提供 Amazon 各站点各类目市场客观数据，在帮助卖家提高数据统计、整理、分析解读、决策支撑效率，快速发现未知利基市场的同时，倡导更加关注由消费者行为习惯形成数据所反映的不同市场特征和差异，让卖家更快找到合适的市场，而不是卖爆的产品，更好地屏蔽风险，降低费用，缩短投资周期，从而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 6. CAM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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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
以设定产品的价格提醒，了解指定商品的历史价格走势，主要目的是给大部分的亚马逊买家使用，方便亚马逊买家们能够轻松地发现价格实惠的好商品，辅助用户进行购买决策。 Ka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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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大的价格跟踪功能，销售排名查询功能，免费而且简单易用，也为广大的亚马逊卖家所热捧，给选品提供参考。七 KYWRDINSTCQRKYW， 它有助于识别有利可图的产品和利基产品。该工具最流行的是 ASIN 反查关键词工具 Keyword Snatcher， 支持反向 ASIN 查询。产品关键词研究 KATRT 仅限美国，关键词趋势研究工具支持美国和英国，包含目前超过5200万的亚马逊美国站买家和英国站2000万买家所使用关键词的数据库。指数测试仪自动检查每个 ASIN 的搜索关键词，免费的亚马逊关键词建议工具，免费的亚马逊搜索关键词优化工具。八 Keyword Tool Keyword Tool 是一款关键词检索工具，使用谷歌的关键词自动填充技术，支持搜索引擎谷歌、Bing、电商平台亚马逊、eBay 以及 YouTube 和 App Store 的搜索结果，支持全部平台的搜索结果，包括谷歌、YouTube、Bing、Amazon、eBay、App Store。可以选择搜索结果的语言，涵盖了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亚马逊平台可以选择关键词类型、经营策略或品类等9。
Keyword Tool Dominator Keyword Tool Dominator 是一款用于查询用户正在使用的搜索关键词工具，覆盖亚马逊、谷歌关键词自动填充、YouTube、Bing、eBay、Google Shopping、Etsy 的关键词查询。如果你想出售某种宠物用品或是厨房用品，但不确定具体是什么产品，就可以使用此工具为你提供想法。你可以输入关键词，然后查看所有可能的自动填充选项，每天可以获得3次免费搜索。